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非洲毒扁豆 Physostigma Calabar Bean， 非洲毒扁豆。这个非洲毒扁豆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的，它原来 在古代呢、这个非洲毒扁豆呢是爱来呢是测试呢一些人呢到底是有没有罪、有没有即是有没有 guilty， 因为 它本身有毒的。咁一般啲人咧食咗之後咧，啲非洲毒扁豆咧就會咧就即刻咧就會嘔吐或者死嘅。咁通常咧，如果你只係嘔吐咧，即係話咧你係OK 嘅，係無辜嘅，咁清白嘅。咁但如果你係死咗咧，咁你即係咧係有罪嘅咁嚇。咁呢個非洲毒扁豆咧，通常咧係出現咧嗰種抽筋啦。抽搐啦，尤其是喺个背脊，咁喺通常30分钟就会出现死亡㗎啦。咁好多啲个案呢就关于非洲毒扁豆嗰啲事故，嗰啲中毒嘅事故嘅。咁有一班喺利物浦，英国利物浦呢有一班孩子啦。咁通常呢佢就喺嗰、那个喺嗰、那个码头嗰度咧，系玩啊，或者去执嘢啊咁。咁有时候咧，佢就见到呢啲豆咧，就当咗以为食得嘅豆嘅。咁结果咧，食咗之后咧就中毒。咁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是、影响到46位嘅细路仔，咁啊入咗医院嘅。咁通常咧，佢哋嘅症状咧就系冇晒力，肌肉冇晒力，个人咧系颓，即系颓废咗，好软弱。嗰、那個脈搏咧好慢，又凍嘅，又凍又汗濕嘅皮膚，手四肢冰冷，咁差唔多咧，全部都有嘔吐嘅，咁而三分之一嘅小朋友咧，中毒嘅小朋友就有吐瀉嘅，咁通常咧就初初有攪痛嘅，但到後尾咧就係完全一啲都冇痛楚嘅。好啦，喺呢個中毒咧，我哋發現咧嗰個瞳孔咧會收縮嘅。大部分都会收缩嘅。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呢就係、
死咗嘅。咁呢个细路仔咧，本身有啲废奴嘅背景嘅吓。咁佢个故事话佢咧，形容佢咧就一路行咧，拐拐摆，即系摆摆拐拐啦。咁突然间跌咧，咁跟住就倒低咗，变得好沉静啊啊，呕吐都好犀利啊，吐泻呕吐都好犀利。咁嗰个脉搏咧就系、是、即系好微薄。是紧紧可以感觉得到的，皮肤冻，个面咧就系青晒，咁跟住咧虽然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个意识仲有嘅吓，仲、可以能够饮啲水嘅，咁但系跟住饮咗水之后咧，佢就即刻就死亡啦。咁当时咧就喺医学杂志咧就有咁样嘅记录嘅。好啦，呢、这、一个嘅非洲毒扁豆咧，佢係可以咧，係令到個瞳孔收縮嘅。OK， 咁所以任何咧同嗰個瞳孔或者嗰個眼睛嘅毛病咧，呢、這個非洲毒扁豆咧係第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眼嘅毛病，譬如嚴重嘅散光啦，嚴重嘅近視啦，或者咧係嗰個青光眼啦，即係或者嗰個視力嘅模糊啦，或者蝶影啦、双重啦，或者咧视力有个孔有窿啦吓，咁呢啲全部都系嗰、那个非洲毒扁豆嘅治疗嘅地方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导致嗰个散光吓，同埋咧无即系不同嘅眼睛嘅感染、眼睛嘅受伤啊，导致咧嗰、那个视力咧系出现问题。咁青光眼啦。或者咧嗰、那個眼嘅肌肉咧係個癱瘓啊，咁眼睛同埋個神經系統咧係可以話咧係主要嘅應用嘅地方嚟嘅。咁神經系統方面咧，我哋可以用一啲破傷風啊嘅問題，咁嗰、那個即係極度嘅震抖，同埋咧係好多好似帕金遜呢類嘅症狀嘅。咁呢個亦都係嗰、那個这个非洲毒扁豆的应用的地方来的。好啦，咁另外的神经的系统的问题呢，就是脊椎的神经瘫痪导致呢呼吸出现问题。即好像有些人是那些早年的那个 polio， 那个小儿麻痹症。咁其实呢令到我们有时候呢令到我们那个呼吸那些肌肉呢是瘫痪了的。咁仲有一个症状咧，就系嗰个我哋叫做吉兰巴利格里巴利嗰个 syndrome 嗰个综合症。咁呢个咧都系咧系出现我哋嗰、那个瘫痪呢啲咁嘅症状嘅。咁最紧要嗰、那个其中一个症状咧，就系嗰个瞳孔吓系收窄咗嘅。呢、这个瞳孔系收窄咗嘅。咁喺另外一个同我疗法疗剂嗰个阿片咧。亦都有呢个症状都系瞳孔收窄。咁我知道咧，癫痫咧 ，belladonna 咧，嗰、那个瞳孔咧系扩大咗，系放开咗嘅。而嗰、那个physio stigma 非洲毒扁豆咧，个瞳孔咧系收窄咗嘅。好啦，咁所以视力嘅问题多方面嘅视力问题严重嘅视力模糊啊，尤其是右边比较差啲嘅，咁隻眼咧感觉咧就好多液体充满好多液体，咁佢望出去咧睇个视力咧，好似有阵有一层沙或者有啲雾喺度嘅咁同埋咧系嗰个受影响隻眼嗰部分咧会面部咧会有麻痹嘅。OK， 咁同埋咧喺眼嘅问题嘅出现嘅时候咧，亦都出现严重嘅失眠，咁同埋咧就飞蚊吓，好严重嘅飞蚊，可能条状啊，好似蛇咁样嘅飞蚊，即系比较好严重性嘅。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眼睛感染有啲系可能病毒嘅感染啦，出现嗰个结膜炎之如此类啦，咁就出现嗰、那个。就出现一种好尖嘅蛇痛即系眼睛好尖嘅蛇痛呢种咁样嘅症状咧，系非洲毒扁豆一个好好应用嘅地方嚟嘅。
OK， 咁所以咧，一谂到眼科嘅问题咧，我哋有两只疗剂啦，啊 ，Onosmodium 个紫菜同埋 Physostigma 咧，非洲毒扁豆咧，喺同我疗法咧，呢两只眼科嘅眼嘅疗剂咧，可以处理好多眼科嘅问题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